今天是拉肚子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今天我有工作要做，所以今天整天会待在家，然后他们也知道我身体的状况，所以呢就说如果我还是不舒服呢，等一下就带我去医院来生病。对，那目前的话还是就是只能吃稀饭，所以呢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我下个礼拜要离开济州了，没想到给我遇到一个大台风就算，然后身体还状况不允许出不了门。姐姐们带养病的我逃出我们的 camp， 我们要去牛奶牧场了， go go。这个呢比较老的房子，以前可能马厩之类的吧，那边就有马啦，他们的牛奶奶茶，然后还有我们冰淇淋吃掉了。我们现在要走路去大的公车站搭车，因为这一个景点这里的公车超少。今天呢是全新的一天，非常美丽。对，然后因为大家知道凛凛台风要来了，然后我们后天今天基本上是不出门，因为风雨真的会很大。我们的 camp 里面有就是。会做美发的农夫嘛，发现我头发黑的长出来太多了，然后呢就是有跟那个姐姐说我想要再回首我之前染个头发，所以呢就跟她约今天的十点要给她染头发，那我现在就过去看看吧。深一点，因为我原本真的是色差太严重，这里是超橘，然后这里很黑，现在就是把它用的有点像 deep brown 嘛，就是颜色比较中和一点，也想说要秋天了，对，然后等一下呢，因为台风即将来临，我们又要在一起去超市买东西，顺便我想去买一下止泻药什么之类的，怕我就是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大喷屎。多少文件？吃完饭也没地方去，外面风超大，所以呢大家都在休息，等一下呢我又要讲大家看一下现在凛凛台风，我太瘦了。 OK。 哈哈哈哈。
비빔인데되게귀엽어서정신이그냥딱빵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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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빵아니야 니 성공? 아니야 아니야 니 성공할것같은데 조심하게 빼봐 조심하게 빼 나와라 토일렛 나오란다 나오냐 토일렛 오 성공 집에 갔다왔다고 너무 힘들었어 진짜 완전 버리고 싶어 사진대출했어 어 没有人帮他拿然后拿一整袋，然后抱着那雨伞，啊，你머리뽑아야되는거지？아니여기야，아여기좀무용해。아니다버려버리고나무카드로하는거언어문제가생겼어게임을이해할수가없어여러장겹칠때겹친거지여러장내고싶은게임을이해할수가없어외국인보통天只能玩游戏 A 없어玩一个很像 Uno 的游戏但是又很不 Uno 是哦，断电，他又回来了。各位，你们看多可怕！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现况。虽然说呢，我的对现在没有看得到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家这边电线被吹到断了，我们现在整个大断电。明天早上起床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大家有的要上班，然后。如果家里都断电的话，还要维修，然后重点是明天早上台风还没有走，是今天要挑战做台湾的麻油鸡给韩国人吃，算了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啦，试试看，加油！刚煮下来的麻油鸡似乎有一点点变成香菇鸡汤，因为我们去超市跟他说我们要料理米酒，他拿了很像一个料理食醋的酒给我们，然后那个醋呢就是甜的。再来呢，我们就想说那拿家里面的烧酒出来加，结果我们家的烧酒是哈拉产的，哈拉产的烧酒呢也是偏甜的，所以呢我们的麻油鸡就变成香菇鸡汤，然后可能最后就是这样子悲剧收场吧。不是麻油鸡鸡了，是香菇鸡汤。Oh my god. Never stress a thing. No, we gon' go another day when we don't disagree.